这边要介绍的是日本在昭和十年、昭和八年所出版的国际写真情报，这是主要当时日本在撰述叙述啊当时国际事件重要事件的两本文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当时日本在东北扶持的这个满洲国他们的一些历史记事，或者是日满联合部队去攻打外蒙的一个记录，以及当时中日关系中这个铃木中将，这边有一位叫铃木美通的中将，和就是蒋中正会面的资料，那这些都是研究当时历史很好的材料。